嘿，我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小白菜。今天我用的是艾瑞士这个版本 G0 坦克，最强坦没有之一，强视角跟一般角胜率会有明显，只要走位好，是一只相当神的神角。带人爬分英雄，不管是顺风局还是逆风局，艾瑞的坦伤都是全队最高的。开局先清理兵线，这个游戏是比较注重经济资源优先。艾瑞的特点舒适特长是吸血先手，可能因为是远战的关系，体质的方面以坦克来说并不优秀，跑速还是最低的350，但因为技能组的关系，使得他与敌人在近身搏斗时拥有可怕的回血能力，而且大招还有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功能，造成前中期敌方近战打不赢他，远战在装备起来之前也打不死他，这样横住走的存在。不过由于机动性差，控场较难使用，在支援、开战、突袭上较乏善可陈的关系，也没这么容易在前期就把风向带起来，最好是趁住低等级强势的时候与队友搭配入侵对方野区来发挥他的强项。另外因为他的大招无视免控，因此在对于靠免控进场的特定角色有可怕的影响力，目前绝对是一位很有使用价值的英雄。艾瑞的被动使用遗迹后会召唤兽灵，以自己为中心逆时针公转，在草丛中会被看见，最多可以同时存在三个兽灵，兽灵越多公转速度，因此艾瑞并不这么适合打野。一技能，艾瑞的遗迹可以边移动边释放，不论面向何方，灵兽都会由艾瑞的正右方为基点产生，释放瞬间会造成伤害，伤害范围比兽灵环绕还稍微大一点，官方说明有误，就算身上一头灵兽都没有，在释放瞬间伤害还是会减少 50% 冷却时间，冷却减满时最快 1.5 秒可以放一次，在持续伤害上的表现还算不错，感觉就像是稍弱版大象开大石的二技一样，有释放瞬间无法转向的问题。在贴敌使用时需要注意，走全坦时推荐先点满，是坦克型艾瑞主要输出来源。二技能，艾瑞的二技释放瞬间会根据兽灵数量增加跑速 1.5 秒，虽然三段伤害非常巨大，但由于出招速度慢，而且有预警范围，因此多段命中非常困难，但在逃跑或者掩护队友逃跑时，放在后退的路径上会有很不错的效果，熟用的话还是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此外这招的魔法吸血效率是 100%， 但击中附属敌人时每段只有一次效果，不走全坦路线时可以考虑先点满，虽然出招慢，但由于距离不算短，范围大，而且伤害不错，还是能提供一定程度的消血与骚扰效果。三技能，艾瑞的大招释放瞬间会产生三头兽灵，并发动一次与大招等级相同的遗迹魔法伤害，释放时会自动将自身的位置调整至兽灵环绕对敌方的理想攻击距离，灵兽支付状态下不会被断招，兽灵支付可以压制有霸体效果的敌人将其晕眩，虽然霸体技都不会因为被强运断招，但无法移动，灵兽之父无法用解控技解除其控制，该状态下也不会受到击飞、强制位移、斗技场的影响，韧性也无法减少被控制的时间，释放期间双方会共享最终受到的伤害，因此就算拥有再高的免伤双防也无法减少分享到的伤害。另外这个共享伤害之作用在血量的部分，护盾并不算在内，当然受到治疗也不会分享给敌方，分享伤害的部分不会触发道具被动伤害与魔法吸血，但能触发德鲁伊战甲，常用连招3112奥义金身，金身可以增加艾瑞的坦度与兽灵环绕的回复量，非常推荐。
荒芜，艾瑞的回血与伤害有吃到魔宫与魔川，因此荒芜也是可以的选择，没有金身时就用它吧。碧柚一样看上的是它的血量，而且跑速的部分能让腿短的艾瑞走得快一点。精灵和刺杀，艾瑞的腿实在太短，用这两个奥义可以让它快一点，但缺点是硬度会下降。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你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拜拜。Feels like I'm going insane and only you can save me. Feels like I'm drowning and oceans blue. Baby, come on, come on, baby, baby, come on, let's go. I'm losing control, all the lights in this space keep jumping around, all I see is your face. But you're moving closer, no time to escape. Your hand on my shoulder shifts me into space. And I can't deny
Are you scared?